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久しぶりです。はい、お久しぶりです。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上节课是把那个浊音和半浊音也讲了吗？半浊音。好像半浊音也讲了是吧？讲了，对。那我们讲完了浊音和半浊音了。今天我们是来讲一个发音规则，就是长音。长音的这个发音规则，就是说，很简单的来解释，就是说我们之前讲音调的时候，我们说，日语它一个假名就算作一拍嘛，我们给它数拍数。然后呢，长音的话，在日语当中它也算作一拍，这个也要给它数上。它的发音规则其实很简单，你想想，我们一个假名读一拍啊，每个假名都读一拍，但是长音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假名给它拉长一拍就可以了，就等于说这个音你读成两拍就行了。比如说我的 R E V O 的 R 的话单独是一拍，那如果这个 R 是个长音的话就变成了 R， 就是把它拉长一点就可以了。一的话，一这是一个正常的发音，一拍。如果这个一是个长音的话，那就是一它是两拍，你把它拉长就可以了。这个是简单一点来解释。然后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则的，就是说什么样的发音它能算作一个长音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一般规则。阿段假名后加阿，阿段假名后加阿，还记得我们的阿段假名是什么吗？阿段假名还记得吗？啊，卡萨卡纳。对。我找一下那个五十音图啊，在这儿。看一下啊，阿段假名，我们之前是横着讲的，是阿行、咔行、撒行、他行，是吧？阿一位哦，这样横着讲的。竖着的话都是段啊，竖的话就是段。段的是什么？元音是一样的，它都落在了阿上，是吧？都落在阿上，但是它的辅音不一样。辅音前面第一个元音行没有，第二个是科、斯，然后特、那、哈啊，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竖。就是这一列就是阿段，阿卡萨他那哈玛亚拉哇就是说你在这一段这一个阿段后面在这些就是说在这几个后面你遇到了一个单词当中在这里后面它后面又加了一个阿，然后呢也就是说它这个前面这个阿它就是一个长音。第二个的话是咔咔后面哈，这个单词咔后面如果它后面有一个啊的话，就是说咔后面紧接着是一个啊的话，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咔它是一个长音。撒也是一样的，就是撒加啊，这个撒就是长音，他加啊，这个他也是长音，然后那加啊，这个那是长音，这个可以理解吗？这个理解吗？然后呢，它这个长阿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之前五十音是阿卡萨塔那哈玛亚拉哇，是吧？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学了浊音，浊音。你看浊音的话，是不是它也是嘎、扎、哒、吧、啪？它也是落在阿段上的所以的话，这个浊音。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嘎后面加上一个啊的话，它前面这个嘎它也是个长音。啊，扎后面加上一个啊的话，它前面这个扎它也是一个长音。这个可以理解吗？就是说阿段不只是五十音图那里面这个浊音和半浊音这里面它也有阿段。好，那我们看回这个规则啊，这个规则说阿段假名后，就是我刚刚举例子的那些阿段假名后加阿。啊，阿段假名后加阿，那这个阿呢？它前面这个阿就是它不是它前面这个假名啊，它前面这个假名就是一个长音。那怎么来读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词例啊。我们看第一个 o， 下一个是咔，是吧？咔咔的话，你看它是不是在阿段上？这个假名它是不是在阿段上？我们刚刚讲了阿段的假名有阿、咔、撒、他、那、哈、妈、呀、拉、哇，哎，刚好有这个咔是吧？阿、咔、撒、他、那的咔是吧？刚好有这个咔，那它就是在阿段上。它阿段上，它后面又加了一个阿，那也就是说明它前面这个咔是一个长音，这个是个长音。那怎么读呢？长音的话，就是你只需要把前面这个音读成两拍就行了。原本如果它不是长音，读的是 o ka a 是吧 ？o ka a， 那它是长音的话，就变成了 o ka o ka， 后面这个 a 你就不要发音了，只把前面这个假名给它拉长一拍就行了。o ka sa o ka 啊，然后后面是 sa 和 n 是吧 ？sa sa sa 啊，然后它又是一个二调音。哦，卡桑，嗯，二调音的话，我们很久没画这个轨迹了，我们把这个轨迹给它画一下。二调音，也就是说它的重音是在第二个假名上，是在这里，是不是啊？嗯，在这里。那它第一拍是个高音还是低音？低音。它是一个低音，是吧？低音。好，然后下面呢，啊是应该是高的还是低的？应该跟这个咔应该一样的，因为长的嘛，高的。如它是在这里的，对啊。它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它如果在这里的话，那你看它的那个高音是从咔是从这个啊后面往下落的。那它我们讲高音。日语的发音那个重音或者是高音是落下来的一个过程，如果它是从这里落的话，它是在一二三第三个假名上往下落了，它在第三个假名上往下落，那它应该是个三调音。哦，对，啊，所以的话它肯定是在咔上往下落。嗯，它是在咔上往下落啊，它有一个落的降下来的过程，是从第二个往下降嘛，第二个往下降，然后呢又牵扯到咔，它是一个长音啊，那你就要把那个它落的那个长音给它读出来，就是 o ka sang o ka sang， 那个咔你明显从上往下咔咔啊下来了，你把音调又读出来了，然后把它的这个长音也读出来了 o ka sang。 嗯，那如果没有长音怎么读啊？如果这个长音不存在的情况是，它往下落 ，o ka sang o ka sang o ka sang 和 o ka sang o ka sang， 啊，感受一下它的变化 ，o ka sang 和 o ka sang o ka sang o ka sang， 嗯嗯 ，o ka sang o ka sang， 嗯，啊，这就是长音。长音很简单，就是你把前面那个音拉长一拍就行了。那你要知道的，你的阿段是哪些音就可以了。
啊，你把你的阿段，把五十音图的阿段，你给它记熟了，后面你看到遇到了啊，你把前面那个拉长一拍读就可以了。嗯，就是这样的，很简单。一会儿我们给它再分一下那个，给它再分一下，就是长音和短音，我们给它做一个读的那种区分，然后用就是读出来之后去感受它一下。现在我们先记一下它的规则。嗯好，那这个是阿段的，阿段说完了，一段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一段假名后加一，一段假名后加一，那就是一个长音。那一段假名我们现在就要知道了，一段假名是什么？哦，尼萨。嗯，哦，尼萨，对的。请你。嗯，我们看一下一段假名在这里是吧？一 ，t， 西，尼，西，西，西，尼，尼 ，t， 尼。一离一是吧，这十个，这十个你遇到了任何一个它后面加了一个一的话，它前面这个就自动变成一个长音了。比如说这个七，七它后面加了个一就变成了七一啊，你加一个一就变成了你是吧，这十个。然后还有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浊音和半浊音的十个，五个，浊音和半浊音的五个就是 ，g， 鸡 ，g， 鸡，两个 g 是吧 ？g， 鸡 ，g， b， p，、嗯、啊，这五个你遇到它之后，它后面加了个一，它前面已经变成长音了。嗯，鸡。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再读一下这个啊。首先一个 o， 第二个是你，你的话，你看它是不是在一段上 ？e k c 七 ni ni 嘛，对吧 ？e k c 七 ni 的 ni， 它在一段上，然后呢，到后面又加了一个一，也就是说这个 ni 它是一个长音，加上二调音的话是 on。哦，尼萨，嗯，啊，哦，尼萨是吧？哦，尼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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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尼萨的话，我们啊，把它的汉字给它写一下，哦，尼萨，写作胸。哦，逆嗓啊，写作兄是哥哥的意思。哦，啊，哦，逆嗓，哦，逆嗓，哥哥的意思。有的时候呢，嗯，也会把 o 去掉，把 o 去掉，直接叫逆嗓也是可以的。那区别是什么呢？哦，逆，如果你叫别人的哥哥，别人的哥哥就一定要加 o， 一加上 o 的话，就是那种尊敬的感觉，啊。嗯，别人的哥哥我要加 o， 我对他表示尊敬，我对自己的哥哥我可以加 o 也可以不加 o， 就是逆嗓，逆嗓哥哥，逆嗓、啊、也是可以的。补充一下 o ka san， o ka san 是母，是妈妈的意思， o ka san， o ka san， o ka san。爸爸呢？也是 o 什么？下面有，下面有，哦、也是 o 什么上、嗯？好，然后这是这两个啊，一般规则的，阿段的和一段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乌段的，乌段假名后就是加乌，是吧？乌段假名后加乌。那我们再看一下乌段假名吧，乌段乌乌。乌乌是是努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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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
对，回去我们再去把它竖着也读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总是横着读，现在我们需要竖着读了。嗯哼，乌断的。嗯哼，这个是乌断的。然后呢，乌断的还有浊音的，是吧？浊音的，乌、滋、滋、乌、出、乌、哦、乌、滋。滋呼呼呼呼，好，在这里的话，这些也是乌断的。乌断的话，你遇到了后面再加上一个乌，然后呢，它也变成了长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假名是。哭是吧，哭哭、嗯、我们刚刚说了是在乌段上，然后呢、嗯、它加了一个乌是吧、嗯、所以这个哭它就变成了一个长音。嗯哼，好，那它是一个一调音应该怎么读啊？哭啼，嗯，哭啼是吧，它是这样画。哭啼啊，哭啼，哭啼，嗯， cookie， 嗯， cookie， 我们看一下 cookie， 空气， cookie， 写作空气啊，空气 cookie， cookie， 日语当中这个 cookie 这个词还经常用，它第一个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表示空气的意思。第二是他们一个特有的用法，是很常用的，就是周围的给你的一种那种怎么说呢，氛围感，就是说你那个就是你进教室突然发现哈，老师特别严肃，同学都不敢说话啊，这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紧张的感觉是吧，就是那种无法说出来的那种氛围感啊，这种时候就是 cookie。啊，这个时候 cookie 就很紧张，你也不敢说话，因为老师生气了，是不是？不敢说话。啊，或者是，你要去面试，对面一排全是考官，你一进去啊，迎面而来的那种 cookie 是很紧张的那种 cookie， 是很紧张的那种空气。啊，就表示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词的话，它的第二种这个意思，日语中是。经常会用到的 cookie。 那老师他前面和后边应该有个形容词吧，就是光加一个 cookie 就能表示出紧张感，紧张的空气吗？嗯，那你肯定要写嘛，要写，嗯，比如说很紧张的 KBC 我没有学吗？ KBC 没有学， KBC 是严厉的紧张的那种， KBC cookie 那就是很老师生气了，很严厉的一种氛围感。那这个有表达好的氛围感吗？嗯，就是友好的氛围没有，一般没有。嗯，我们之前讲那个読む读，読む読みます读，看书的看，还记得吗？看有密码吗？是有密，有密这个吗？有密码吗？对，有密啊，这个是读看是吧，看书，看书本を読みます是吧，看书常用的一个词是 cookie を読みます。 cookie を読みます是什么？就是我去看这个空气，什么意思啊？就是察言观色。嗯啊，察言观色，看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一般用到 cookie 表示这种氛围的时候，一般都是不好的，紧张的、奇怪的、严厉的，一般是这三种。老师，您刚才讲那个紧张的怎么说来着？什么时候比起？对，什么时候比起 ？KBC 是严厉的。KBC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乌段，乌段假名后啊，加乌，乌段假名后加乌。然后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它比较特殊，你看前面三个是阿段假名后加阿，一段假名后加一，乌段假名后加乌，但是到了 A 段、嗯、A 段假名后它要加的是一，嗯，啊 A 段假名后加的是一，这是组成它的长音规则。啊，我们看一下 A 段，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A 段假名啊，嗯哼。A 段在这里 ，A A K A K K C D D K K N N H H M A A L L A A 啊。que se tiene que me le e me 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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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嗯哼，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学的浊音和半浊音的，我们也看一下。嗯哼，que se te de de be de pe pe 是吧 ？ge ze de de be pe ge ze de be pe 嗯，这些，只要你遇到了这些，后面它要加一、嗯、啊，就变成了长音。长音，我看一下这个。首先啊，它是个三调音，我们先看一下吧。三调音是高音在一二三第三个拍上，是吧？在这里。在。三三三三三三三啊，三三三三 ，no no no no， 三三三。好，我们看一下长音在哪里啊？长音是在这个一呀、啊，对，最后一个呀，不是长音是，嗯，也不也不算错，长音是这两个组成的是长音，对对对啊，对，和一组成的长音，所以的话，你的 c 只一不用发声是吧？只读 c 就行了，是吧 ？c c c， 那前面呢？就是 c c 三 c 三三对对三。Sensei都有意思啊，啊 ，sensei 什么意思啊 ？sensei 都有，啊，你们以后不会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也可以这样问我，都有意思，什么意思？都有的话，你看都是不是在乌段上啊？啊，没有，哦，都还没学，都在 O 段上。对，对，好，我说这个吧。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对头，好像。刚才没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 A 它发这个？对。嗯。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啊，先往上，先看这个，先把sensei讲完、嗯、之后，我们再讲那个。嗯哼。sensei 写作先生，嗯、汉语写作人啊，汉字写作先生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是就是 Mr. 的老师，也可以 Mr. 吧，比如说李先生，李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哦，只能老师啊，所有的老师，哦啊，对于老师的尊称，你就可以叫 Sensei， 以后你们就可以跟我说了 ，Sensei， Ohayou gozaimasu， 嗯哼，是吧？sensei 老师，对老师的尊称，还有什么？对，医生的尊称。嗯哼。
医生的尊称。嗯，医生啊，比如说你去看病，你就说先生，是吧？我发烧了，发烧怎么说啊？啊，不是发烧，感冒了。知道。感冒，我们上节课说的还是上节课说的，卡灾是不是？卡灾。卡灾还记得吗？没印象了。哦，我上节课。野风。啊、哦，上节课没来。嗯，上节课没来。松懈，卡西，嗯，卡西，森森，卡，森就是你见到老师，你叫森森没有问题，你可以前面加个姓啊，姓，啊，然后见到医生也可以叫森森，也没有问题。嗯，然后对于谁？然后是律师 ，OK， 啊，你找律师的时候，你也直接叫他森森也可以啊。嗯，律师，然后还有一个是议员，嗯哼，就是那种政治家们，明白。啊，你跟他们也叫森森就可以了，啊，一般是这四个行业用的比较多。嗯嗯，那一般人家英语里面就是 Mr. 和 Mrs. 这个 Mr. 他这个 Mr. 后面我们加桑。哦哦哦 ，OK OK， 加桑。嗯哼 ，OK。好，它的这个一般规则就是 A 段的一般规则，它后面其实是加一的，加一的这种呢，它都是一个长音，加一的都是长音。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特殊规则，它的特殊规则变成了 A 段后加 A，A 段后加 A，A 段后加 A 是它的特殊规则。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你遇到它的词儿，基本上来说没有几个，就这一个。你就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就行了。嗯，你后面其他的你不会遇到，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哪个单词记住了？这里。Onesa。对。Onesa。是吧 ？Onesa 是姐姐的意思。哦。Onesa 是姐姐的意思。这个 ne 的话。他那个汉字你看一下他怎么写的，右边这个是它是一根杠，一个竖杠，它上面不是一个点，中文上面好像是一个点。嗯，我那啥，我那啥，好，这个是这个A 段哈 ，A 段。然后后面我们看一下 O 段 ，O 段假名后它是加 u 是它的一般规则。嗯啊 ，O 段假名后加 u 是一个它的一般规则，也就是说 A 段和 O 段比较特殊，它后面加的既不是 A 也不是 O， 啊是 e 和 u。嗯啊，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O 段 ，O 段有哪些？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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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就一个是哦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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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嗯嗯，啊，这些是 O 段啊 ，O、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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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这些后面，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的这个浊音的部分。浊音的部分 ，O 段的是 ，go go go zo go do d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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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 啊 ，bo bo bo po
好，这些后面加上五，那我们看一下吧，我们来找一下了。哦，钥匙，头，后面加了一个屋。这是应该是可能是应该长音，我都是会长音，应该放在我头上。我头上，爸爸，我头上。这个头是应该是 O 的 ，O 的和哦，这个 O 加这个 O 加这个 A 发长音 ，OK。O 加 U 啊 ，O 加 U，O 加 U， 嗯哼，嗯 ，O 短加 U 啊。还是 O 就是长的，对，啊，所以这个是 O TO 三 ，O TO 三 ，OK，O TO 三 ，OK，O TO 三，父亲，爸爸 ，O TO 三 ，O CAO CAS，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我刚刚讲了 o ka san 妈妈是吧，和 o to san 爸爸 o to san o ka san 和 o to san。 好了，父亲母亲我们讲了，我们之前还讲过一个爸爸妈妈的简单一点的读法是什么，还记得吗？哈哈母是吧，哈哈，父亲是啊，哈哈，机器是吧，写个父，哈哈和机器，嗯，他们俩的，对，这两组的区别是什么，还记得吗？看是不是小孩叫的，嗯，不是啊，我的机器好像就这么直接叫的吧。嗯，也不是。那我们再来讲他一下啊，哈哈和七七是什么？用于自己介向介绍自己的，别人介绍自己的父母，我怎么介绍啊？我向大家介绍，我爸爸是老师，我妈妈是医生，这是不是我向别人介绍我自己的父母？这时候就要用七七和哈哈了。那欧卡桑和欧托桑是什么呢？有第一，可以叫自己的父母啊，妈妈，嗯。什么？我回来了，是吧？就是你去喊你自己的父母，喊你爸妈，让你爸妈帮你干啥事什么的都可以。喊自己的父母可以就我卡桑，是吧？我亚斯咪，是吧？妈妈晚安，我卡桑，我亚斯咪。或者说 O 去掉加，然后 O 去掉，直接说卡桑，我亚斯咪。第二个是提到别人的父母，提到别人的父母就是请问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这个时候就要用 o k a s a n 和 o t o s a n。 老师，如果要是叫自己的父母，如果不加 O，是不是不礼貌啊？不会啊，不会的哦。这样显得更亲密啊。哦 ，OK， 嗯，只有亲密关系才可以把 O 去掉。哦，
哦，你要是对别人你去的哦的话，人还觉得你怎么自来熟啊？你这个人。OK， 谢谢。哦，是。然后还有一点、哦、，Sorry， 我怎么觉得爸爸妈妈应该是世界通用语言，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就是爸爸什么的？人家都是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这怎么搞一个这个？我看上，感觉好像是不是这样吗？他所有的都不叫爸爸妈妈的，都是怎么都是这样。我看上就是妈妈呀。啊？我看上就是妈妈呀。对，就是比如说我叫自己的父母的话，都是这么叫的。对呀、啊，他翻译成中文就是妈妈呀。嗯，这个翻译成中文是爸爸，那哈哈是什么？哈哈翻译成中文是我的妈妈。琪琪是翻译成的是我的爸爸，所以你不可能叫妈妈的时候说哈哈。做了，谢谢。啊，这是这两种的说法，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小孩子叫自己的父母是吧？嗯。小孩子叫自己父母，有一种那种特别可爱的读法，就是妈妈就是妈妈，他那个音要上去，妈妈妈妈这样读。然后爸爸是啪啪啪啪，小孩子叫自己的父母，这是第一，一个是妈妈，第二个是啪啪啪啪。啊，第二个是什么？是。怎么说呢？有孩子的家庭中，夫妻间的那个称呼，这个解释一下哈。日本人的家庭很奇怪，就是说，一对夫妻结了婚之后，他们如果有孩子了，哈，然后这个。女的啊，女主人叫男主人，这一般是叫啪啪，然后男主人叫女主人叫妈妈，啊，他不会叫那个，也有叫，咱们中文是叫老公老婆的哈，很少，只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不会这样叫了，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就是，男的叫女的就叫妈妈，女的叫男的就叫爸爸，然后这种翻译的时候，在这种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中文就是孩子他妈孩子他爸。啊，这个比较特殊，在日语当中比较特殊的，他们是这样叫的。香港人都这么叫，叫自己老公就是爸爸爸爸。啊，香港人这样叫。对啊，对对，都自己叫、哦、都这么叫。这三组，大家把这三组稍微的记下就可以。好，那么看回到刚刚这个啊，刚刚说到欧段加乌，欧段加乌啊，这个句子我们看一下，都有一米，这个是啊，第一个假名是，都是不是在欧段上啊？多是吧？哦，做多波多喝啊，多在这里，欧段上，多加上一个后面加了一个乌，所以它是长音了。多有一米，多有一米，或者说全了就是 ，ですか？啊，多有一米ですか？什么意思？啊，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那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单词不知道它中文意思是什么，你就可以说啊，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啊，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呀？啊，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啊，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啊？都或者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啊，都可以这样说，或者说老师。
还有那种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樱花是什么意思？啊，樱花是什么意思？都有意味的是吧？那我就会给你解释樱花啊，它是一种什么开在四月份的一种花，什么什么名字的啊，这种也可以啊。你认问任何的东西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都可以啊。都有意味的。老师，这里边这个衣物是什么？是那个盐屋吗？一米。那个，我说的衣物就是都衣物，衣物。啊，以屋是盐，是盐，但是他不说出来，他不写出来。好，谢谢。那老师，那如果说那个樱花我们不知道日语，那我们就用汉语说樱花，然后都有意味的是吧？这么问吗？你这个意思就变成了樱花是什么意思？你想问的是樱花用日语怎么说？哦，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do 加这个 a， 今天你教了是一个长音是吧？是因为是 o 的这个 do， 那长音 do 加 u，o 加 u 加，对，这是 u 吗？这是 u 还是 a 啊？原来是 a 吧？啊 ，u， 哦，原来是 u，OK， do 加 u， 那就是直接就是长音，就是长一点的这个 u 就不念了。那这个 i 跟这个 u。但是这个一在这个后面假名后面加，应该长音是一了，但是它也是一个乌，那就是多，为什么只是多一？一是什么？一在哪里啊？一在一段上是不是啊？一后面不是长音啊，老师没说是长音。但是它这个后面这个乌没有念出来嘛？多有一。念了，我没念。能不能你在这里你看一段后要加一才算长音。对呀、啊、但是我没有听到你念这个乌的声音啊，这个一后面那个乌嘛，多以乌嘛，多以乌。多以乌，然后再是一米。嗯。哦。多以乌一米比斯。OK， 我没有听出来这个乌的声音。有点快是吧，多以乌一米比斯。OK。多以乌一米比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哦，这个乌有这个声音。嗯，老师，这句话再重复读一次。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啊，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谢谢。我一会儿把这个发音发到。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刚刚讲的是 O 段啊 ，O 段的一般规则是假名后加 u。然后呢，它的特殊规则是 o 段假名后加 o， 这个比较特殊的话，也就是这两个，你就只把这两个记住就可以了，就是把这两个单词记住就可以了。嗯，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它的长音是 o 和 o 啊 ，oi 啊 ，oi 是远。toy 是远，远的啊，是一个形容词，远的。我家离学校很远，啊，远。嗯，看一下它的汉字是怎么写的，汉字是这样子的，远 ，toy。老师，我如果读成 toy 行吗？还是叫 toy 还是 toy？ 可以。嗯，好，谢谢。老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 o 段的后面加 u 和加 o 都可以读长音？不 ，o 段后面加 o 的只有这两个单词，你就只记这两个单词就可以了。只有这两个单词后面是读长音的，其他的还是把那个 o 读出来。
对，意思吗？对。老师，我好像有点 confused 了。这个是 all， 嗯，托嘛，加一个 all 嘛，托在 all。托跟 all 是一个系列的，对，托跟 all 是一个系列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托是跟 all 是一个系列的。然后，那这里是加 o 段假名后加 u。啥意思啊？明明好像没有搞清楚。O 段假名后加 u， 所有的 O 段假名 ，O 段假名你现在知道了吧？对。啊，就是刚才说的这，啊，我就简单点说，就是这十个。是。这十个任何一个当中，后面你看到了一个 u 的话，它都变成了一个长音，是吧？这个就是 O 段假名后加 u。嗯哼。啊，就是说，也就是说，这十个单词，这十个假名，它后面都可能加上 u， 它都加上 u 之后，它这十个都是长音。但是呢，它的特殊规则是什么 ？o 段假名后把它写全一点，写全一点就是 o 段假名后，O 段假名后加 O， 写全了是 O 段假名后加 O。O 段假名后就是这一些假名后面它加上了 O。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些假名后它基本上是不会加 O 的，但是呢，只有这两个单词它加 O 了，所以你就只把这两个记住就可以了。嗯哼，这个 to 是不是在 O 段上？这个刚刚我们知道了。对。对对啊，它后面加了一个 o， 它就是一个长音。为什么它是呢？因为我说了，只有这两个单词是。OK OK。哦，其他单词你一般情况下是见不到，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嗯嗯，好，最后一个是啊，还有一个单词是这个、就是。对不起，老师，那就是说这个。tall 后面加一个 o， 这个 o 就不发音，就是发长的 tall， 是不是这意思？哦，嗯，嗯哼，老师是说的这个 o 段后面就很少再加这个 o 的，就没有这样词，只有这两个词吗？对，还是说 o 段后面如果是有其他加 o 的那些词，那个 o 发出来？不会，没有这样的情况。就很少，就几乎就没有这种，就是说在我们初级阶段啊，初级阶段的语法当中就。没有了。哦，明白。哦，下一个单词是这个。OK。哦，后面这个 O 也是加，应该加 A。是不是应该加 A 了？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前面，不是啊 ，O 段后面它是加的是 O 呀 ，O 段后加 O 吗？这是一个特殊的。OK OK， 嗯，好，那我们看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OK， 两个都是长音吧？嗯 ，OK， 看一下啊 ，OK。首先 O 和 O， 看看这个 O 段后加 O 的是吧，是在这里吧，这个是长音，没有问题吧？对。然后是这个 key， 是一 key 的话在哪一段上？一段，是一段的，在一段上是吧？嗯， key 在一段上，然后呢一段后加一，它是长音啊，也是，你看它的 key 后面加了个一，它是不是也是长音？嗯哼， key， 所以这个单词就是这个单词怎么读的 ？OK， 嗯嗯 ，OK，OK， 嗯 ，OK，OK， 嗯 ，OK，OK，OK， 啊，大的 ，OK， 嗯，但是也有的读是 OK，OK， 把一也读出来的也有，嗯。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下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日语当中的
很多形容词它都是以一结尾的，比如说刚才上面这个 toy 这个一形容词远的，下面这个大的 oki 也是一结尾的。在日语当中的形容词，它有的时候末尾的一是可以读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单词你可以读 oki 也可以读 oki 就是但这个一的声音可能是轻一点。这个就是怎么读都行啊，怎么读都行。好，最后一个我们说一下，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片假名，片假名加上一个杠的就是长音。嗯，啊，片假名加杠的长音，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是长音，有一个杠是吧？嗯，那发音就是一路。嗯，啥？秘鲁啤酒，秘鲁，秘哦，秘鲁，哦，就是 beer， 秘鲁，这个就是长音规则，OK， 其实你只要把每个段有什么就给它或者记住就可以了。Okay. 每个段有什么记录就可以了。那我们最后给他简单的来就是读一下长音和短音，长音和短音，感受一下他们的区别啊。我看一下这张表，好，这个我们找一下吧，长音。长音是他跟啊。八跟啊。八。八是在阿段上，八这个是欧巴桑，什么意思？是奶奶、姥姥都可以用。欧巴桑啊，奶奶、姥姥都可以用。欧巴桑，好，加长音的这个是欧巴桑，它是个零调音是吧？欧巴桑，这个词是不是经常看台湾剧里面有？不知道，有印象吗？欧巴桑，欧巴桑是什么？欧巴桑是那种姨妈，姑妈，婶婶。然后还有谁？还有阿姨，都可以用欧巴桑，一个是欧巴桑，奶奶姥姥欧巴桑，那个是欧巴桑，很容易出错。对，所以你就把长音读出来，长音和音调嘛，长音和音调，欧巴桑。欧巴桑，但是这个欧巴桑，你注意不认识的人你不要说，你前面遇到个人，你去问他问路，你不要说欧巴桑啊，欧巴桑，你这样的话就是那种大妈的感觉，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儿啊，你就直接说すみません就行了，我们不是说过吗？不认识的人就すみません就可以了。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然后就后面你说你的事就行了，想问什么路怎么走啊，すみません就行了，你就不要加上称呼了。我们看下一个。G.E.G.E.G.E.一是长音，对，鸡和一是吧？鸡和一。我记啥？我记啥？是吧？爷爷。老爷。我记啥？下一个。我记啥？
我记桑，我记桑是就是叔叔跟阿姨对起来的那些。嗯，叔叔、姨父、姑父这种都可以。我记桑，我记桑，啊，我记桑爷爷，我记桑，记桑，那个是我记桑，我记桑，我记桑。好，下一个我们看一下。Yuki， 长音在 u， u 和 u 上是吧 ？u u 跟 u u k i u k i 一个名词 u u k i u k i 啊 u k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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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短音的是 Yuki 它是它两拍，两拍等于拍数等于音调的时候是读零零调的嘛。哦，忘了。Yuki Yuki， 都有意味ですか？ Yuki 学过的忘记了。嗯，都有意味ですか？ Yuki， 都有意味ですか？这什么意思？ Yuki 学过的呀。对呀、啊，所以我问你什么意思呀？ Yuki 都意味ですか？ Yuki、嗯、好像是 Yuki 啊，雪，风啊什么的，哦，雪。对啊，学 UK， 因为学过了，所以我才问你是什么意思嘛。嗯，啊 UK 学，嗯，好，下一个，嗯，长音 A， A呀 ，A A A 呀，那就是 A， 这个是 E 跟 E。A 段哦 ，A 跟 A 是特殊的词 ，A 是黑呀、啊，黑黑，对对对、啊、，A 跟黑和鱼是吧？黑是什么 ？A 段是吧 ？A 段后面加一，加一是特殊的，对，嗯 ，A 段黑黑黑一 A 呀 A 呀，黑呀黑呀黑呀，是平原的意思。黑呀平原黑呀黑呀好，下一个不加长音的是黑呀呀，黑鸭，屋子好像是，黑鸭是房屋吧？屋子、嗯、啊，对对，房间写个布屋是吧？布屋，房间黑鸭，黑鸭，嗯，好，最后两组我们把它看完吧，最后两组，啊，第一个是，哭跟乌应该是一起的，长音的。哭跟乌是一起的，长音的。哭跟 call， 这是 call 啊 ，call。哦 ，call。那 call A。只有一个长音吗？这一组？这是 A 跟 E。A 跟 E 也是一个长音是吧 ？A 段后面加一对。A 段后面 A。call A。光荣。哦，哎，这个 call 跟这个 A 是长音吗 ？call 跟 call 是 O 段呀 ，A 是哦 ，call 跟 A， 对对对，是一个特殊的，对，嗯，哦、啊，不是 ，call 跟一个，你看颜色，黄色的一组是长音，绿色的一组是长音，对，那就是 O 是加这个 U 是，它算是特殊的了，不是特殊的呀。那就是因为你前面是把它分开来的，
对，就是后加乌，这个是红色的嘛，是表示跟那个前面三个不一样的。对，欧段后加乌嘛，这不 call 是不是在欧段上啊？哦 ，co so to no 是吧？哦，在 o 段上，它后面加 u， 所以它这两个组成一个长音。是，嗯哼。啊，这个是光荣 co a co a co a。这个要转个脑筋呀，这两个都是。嗯，其实，嗯，刚开始是这样的，后面你学的单词越多，你见到你就会直接读出来的。嗯哼。好，下一个。K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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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是吧 ?Koi。声音。声音。Koi。Koi。Koi。好，最后一组我们看一下啤酒刚刚说了。OK。秘鲁是吧？秘鲁，好，不加长音的是、啊，秘鲁，嗯，你一点音啊，秘鲁，这个是高楼大厦，大楼吧？大楼，高楼大厦，秘鲁，啊，加长音是秘鲁，我以为是秘鲁呢，秘鲁，好，这个就是长音的规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嗯，还是需要多读读。嗯，我一会儿把发音、读音我再放到群里去。先生 ，OK， 都有意味ですか？哦 ，OK， 这个吗？嗯哼 ，OK 是大的 ，OK 大的，OK。形容词大的，上面这个是远的。OK， 其他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嗯哼，阿里卡多，我是河南小马天喜。